好，带你来看到适逢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的15周年，来台开展首度移师到花莲县。那么花莲县政府举行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花莲展开幕暨颁奖典礼。典礼开场由凤鸣国小带来的阿美族歌谣表演，悠扬的旋律在会场中旋荡，展现原住民族的独特文化底蕴。花莲跆拳道训练中心接续登场，以舞蹈形式展现跆拳道的力与美。期待学生表示，恭喜所有获奖孩子们，并且感谢在背后支持的师长，特别是陈建明校长在推动这场艺术交流中卓越的贡献。从第一届到14届，已经这个巡回了相当多的城市，而第15届。能够来到花莲，我想最重要的，我们要谢谢这个穿针引线的人，永远在学术界、教育界以及艺术文化界，都非常非常用心，尤其退休以后还继续为我们的艺术的推动，以及甚至捐出这个画作来义卖的陈建明校长，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？我们陈建明校长，这一次第15届能够落户在花莲举办，最重要的穿针引线那个引水人，我们要非常的感谢。第15届展览主题为“一起代表团结，共同成长，一起创造”等含义。现在徐政委亲自观展，参展作品展现多元文化性，涵盖广泛地区背景和创作形式，以艺术为媒介，呈现出孩子们对自己生活经验的观察及理解。记者周彦华报道。